那个什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电子商务的第三讲哦。第三讲我们要介绍的是电商的基础建设哦。我们先从金流来介绍起哦。那今天的第三讲的讲师，我们还是会找业界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我想大家都熟悉的哦，那个我们的顺利智慧有限公司的陈泰元陈经理哦，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嘿，大家好，我目前在 CyberBiz 顺利智慧服务，那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品牌商，好，那协助各位品牌商做这样子电商事业。OK， 好，谢谢那个Tony 哦，陈泰元陈经理哦。那我们这一讲其实主要是金流啦，金流，但是我们金流又分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哦，我想非常的丰富哦。我们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讲是要介绍的一些金流的一些纲要跟内容。嗯，我们第一个会介绍当然就是我们的金流的定义了哦。我们会介绍金流到底有哪些啊？目前我们在台湾有哪些金流的服务供应商，还有我们的金流的分类哦，还有我们到底常用的金流有哪些哦？再来就是我们的金流的客群的偏好啊，到底是有哪些群组哦？再来最后当然就是电商现在的一些金流的一些规范哦。好，那我们是不是就逐一的请我们的Tony 哦，跟大家来逐一的介绍跟分享。第一个当然是大家很想知道到底金流的电商金流的定义啊。好 ，OK， 好，那接下来为各位这个说明电商的基础建设金流的这个部分。好，那首先呢，这个金流哦，这个名词其实在我们电商业内理解起来就是，金流泛指收钱哦，在透过线上的方式收钱的一切手段，其实都可以称为金流哦。这是在我们电商内的意义是这样，只要能够收到那个消费者的钱，而且没有跟他见面哦，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电商金流哦，电商金流。好，那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台湾金流的供应商，服务的供应商，金流的服务不是随便公司都可以去做的，因为它受限于这个金融相关的法规。好，那在台湾，台湾里头，主要提供金流的供应商有银行，银行跟那个第三方金流商，这是我们电商业界用的很多的，银行跟第三方金流商。好，那银行的话就是各个银行，各个银行。各个银行啊，他们其实都会出这个金流的 API 哈，然后去让客户端对接啊，那就可以使用直接串到银行的金流啊。通常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通路平台哦，或是品牌电商哈，才会做银行的直串。好，那在那个规模比较小哈，甚至初创企业的情况下，我们通常都是使用第三方金流商。好，原因是第三方金流商等于帮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银行都谈完了哦，所有的银行都谈完了，我们只要跟一家第三方金融商配合，那就等于跟数十家银行都已经有完成合作这样哦。对初创企业来说，不管是时间啊还是成本上，都省非常多的钱跟时间。好，那主要介绍一下台湾银行端那个在电商中脚步比较快的，大概就是玉山银行跟中国信托。好，那第三方金流商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哦，弘洋、蓝心、绿界这三家哦，其实这三家第三方金流商很久了
已经营业很久了。那目前为止，这三家都还在市场上服务品牌电商的客户们。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海外的电商，海外的金流。海外的金流当然 也有银行这样子的供应商，那就是去对接当地的银行。通常啊，我们做电商啊，我们的海外不是整个全世界，台湾以外都叫海外，我们会这样子分，欧美加地区跟中港澳然后跟日韩，这是我们比较主要的市场。那像最近因为政策的方向也多了这个东南亚，也多了东南亚。那所有的海外市场也都一样，你可以跟当地的银行对接，对接他们的金流。就像美商外商来我们台湾找玉山做线上金流一样。好，那欧美加地区呢 还比较常用的有那个 PayPal， PayPal 这个都是那个欧美加地区 的消费者们都在认这个 logo， 就是他们熟悉的付款方式。那中国的话就支付宝，中港澳地区就支付宝。那日本的话我们会认这个日本消费者，就是在找那个 GNO 的 logo， 有他就敢下单，主要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想整个的一些金流一定会跟平台做一些串接嘛，合作。是。那国外的大概每一个平台大概应该是都不太一样的金流的一个服务供应商像阿里巴巴当然就是会透过阿里 Pay Amazon 就会透过那个PayPal 或者是Payoneer 等等的，或 eBay 等等，他们其实串接的一些金流供应商都不太一样，但是各位也消费者也不用担心了，反正到时候在那个平台上买，他们就会用那个金流的供应商的一些来做一些付费就对了或者是也可以用信用卡等等的，我想这个都不是个问题现在。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 Tony 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整个的金流的一些分类。好的，好，那接下来说明我们台湾内常用的这个金流的分类。台湾消费者最常使用的金流分类。原则上就是这几个了。就是这几个了，这几个大概支撑了台湾电商市场90%以上的营业额。都是用这几种方式来做付费、付款的动作。好，那接下来我就说明分开说明一下这个金流分类跟他们使用的细节。跟他们使用的细节。好，首先我们台湾电商常用的金流、台湾电商常用的金流信用卡跟信用卡分期、这个部分。好，是现在、电商交易最大宗的付款方式、大概有超过60%、通通都是这个用信用卡去做支付的方式。来，那再来信用卡跟信用卡分期我们并在一起看，因为都是信用卡。好，那分期啊，因为它可以分期嘛，所以它可以促进这个高单价商品的交易，比方说家电3C 等等可以做分期。好，那其他付款方式就没有这个分期的优势。那使用厂商使用信用卡这个金流方式来收消费者的钱是要支付手续费的。那手续费的话从一次刷卡付清1.8%、2%一直到分期付款分期分3期、6期、12期、18期、24期、30期都有人分那个趴数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分期越多那个趴数越高所以这个厂商自己要去斟酌一下自己的毛利看最多分期能开到几期那还不会赔钱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信用卡分期那消费者也喜欢用信用卡，因为银行常常会办很多活动让这个刷卡还会累积里程累积优惠，所以大家能刷卡的话都是尽量用刷卡的方式去做支付。好，那第二个常用的金流有虚拟账号 Web ATM 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虚拟账号。好，那虚拟账号呢，它是为单次交易而生的这个汇款地址它就是相信大家都在网络上买过东西那如果我选择那个虚拟账号的话，它就会给我一个汇款地址那我就去汇钱汇钱进去，
它能够自动对账。如果我汇款的金额是正确的话，哦，那订单就成立。哦，那手续费，哦，大概都是 1%、哦，那并且通常会设有上限。通常哦，这个的话就要看各个银行的那个规则或第三方金流的规则。哦，手续费有 1%、很明显就是比信用卡还要便宜嘛。所以某些超高单价的商品是偏好使用这个虚拟账号，哦，偏好使用虚拟账号来做收款的动作。好，那虚拟账号 Web ATM， 那我们说明一下这个 Web ATM。好 ，Web ATM， 常见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在缴税的时候，不是要插那个读卡机吗？好，在笔电上插这个读卡机，那个就是 Web ATM， 它一样也是在付款到这个虚拟的这个账号地址里头。好，那这个部分哈，虚拟账号。好，那接下来的话，哦，说明一下超商条代码。哦，超商条码跟超商代码。哦，超商条码、超商代码。那好发在年轻族群。好，超商条码跟超商代码，好，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不一样，虽然都是到超商里面去付钱。好，那说明一下超商条码。超商条码啦，它就是像学生吼，那个暑假快开学都要去列印那个学费缴费单。好，然后有没有，我们就是列印下来，然后拿到超商去，那超商店员的那个扫码枪逼，好，逼完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做收款动作，这个东西就是超商条码。好，那超商代码呢，就是下单完了之后，会寄 email 哈，或是直接请那个消费者截图哈，手机截图，啊，会给一串代码。那我们手上有这一串代码要做什么呢？就是去那个四大超商按那个机器，像 Seven 的话叫 iBon， 哦，去按代码缴费，输入这个代码，它就会吐单子，我们撕下来去这个柜台上，哦，那一样那个超商店员就会，去扫描这个条码，哦，然后直接现场就把钱收掉，这样好，哦，消费者都需要人到超商去，哦，那手续费是固定的，就不算趴数了，哦，手续费是固定的，哦，然后设有交易的上限，也就是说，我记得额度好像是2万块，哦，2万块以下的商品交易通常都可以使用超商条代码来处理。好，那这个超商条码代码是付钱的方式，虚拟账号也是，信用卡也是。那我们待会的话会介绍比较两个比较特规的金流方式。好，谢谢Tony 的分享哦。这些金流的付费其实是厂商要付给那个哦，就是金流的供应商的哦。是。消费者其实是应该没有相关的哦，就是是啊、哦、是。那可能等一下的一个另外的分类，可能消费者也要假设要使用什么超商取货，可能消费者也要做一些那个付费嘛，对不对？是啊，是不是再请我们的 Tony 来跟大家分享下面的 ？OK， 那接下来就要进到这个台湾目前最受欢迎的这个金流支付方式哈，支付方式。等一下会介绍到超商取货付款跟宅配货到付款这两个特规的金流方式，哦，它特规的地方在哪里？它碰钱也碰货，哦，钱跟货都一并解决，这样。好，那我们先说明超商取货付款，相信大家都有经验，哦，因为真的确实是很方便，哦，消费者在网络上下单之后也不用先付钱，哦，然后厂商就出货到你家附近的超商，哦，然后简讯告诉你说货已经送到了，可以去拿了。好，那我们去现场领货的时候，报给店员手机末三码跟姓名，他把那个包裹找出来之后，现场才跟你收钱。好，现场才跟你收钱。那像超商嘛，啊，里头也有提款机啊，所以大家都很习惯这种方式，很习惯这种方式，是目前台湾消费者最喜欢的金流方式。超商取货付款，好，付钱，好，那就拿到货了，好，付钱就拿到货了。但是啊，对厂商来说，虽然消费者很喜欢，我们要提供是没有错啊，它将会延伸未取率的问题。好，那这个的话，待会后面会提到未取率问题。好，那还有一个特规的方式，碰钱也碰货，那就是宅配的货到付款。好，我们刚刚说的是超商的阵营。好，那现在说的是宅配，好，货到付款。好，那消费者哈需有收货人且同时完成付款，就是。像现在大家也很有经验，好，那宅配货到付款，电视购物界已经使用好几十年了，好，那就是黑猫啊、新竹啊、大龙啊等等会送货到你们家，然后同时跟您收钱，这样。好，那对厂商来说，
它的运费就是要额外加上代收的手续费，因为它帮你处理这个钱，通常是30块。好，那需要额外签约，额外签约意思是说我不能今天去找黑猫，然后除了黑猫所帮我寄货之外，它也就顺便开通了帮我收钱的功能。牵涉到金流的法规都比较严格，所以都要找那个黑猫旗下的子公司额外去做签约，来启动这个宅配货到付款这个方式。好，那最后说明一个，其实它根本也不跟那个金流供应商打交道，可是我们台湾电商市场就很常用，天天用，最后说明这个是叫做汇款后回报后无码，汇款后回报后无码这个金流方式，其实它根本没有跟那个程式没有关系，跟那个金流商都没有关系，就是很单纯的，结账了之后，那个团购妈妈就会给我一个账号啊，我就去汇钱，可能是 ATM 转账，可能是网络银行转账等等，把钱汇进去，那想当然了，收钱方他也要去做对账，要去刷簿子，或去登录网页一笔一笔看，所以他的对账是蛮麻烦的，一笔一笔看，然后手续费零元是他主要的优势，你想哦，就是假设我现在主持一档团购，我主持一档团购，然后我收款的簿子是邮局，那别人付钱给我，转账是用玉山，这样跨行的转账不是会有一个手续费吗？那在汇款回报后无码的这个方式里头，跨行手续费是消费者吸收，是消费者吸收，所以特别适合一些毛利非常薄的电商，他们很喜欢用这个汇款回报后码方式。我自己对账麻烦一点没关系，因为像信用卡2%，虚拟账号1%，超商条代码一笔多少钱？那这个汇款回报后码，我虽然麻烦，可是我什么手续费我都不用付，所以它历久不衰，个体户也非常常用，汇款后回报后无码。好，这些都是一些金流的一些服务啊，我想，大致是跟厂商哦，大概比较息息相关。可是，金流会影响到消费者来购物的一些那个选择哦，有些消费者比较 prefer 不同的金流的付费方式哦，我想。这个就会造成多元的金流的付费，所以其实越多元，您可能在网络上成交的几率也会有一些提升了，我想哦，是，所以这个在厂商来说最好是提供多元的金流付费的模式，让消费者来选择哦，但是相对的，搞不好你。成本也会一些提升了，因为你的就是把金流付费的就做一些分散嘛，分散其实假使你的量集中的话，厂商可以跟金流的业者来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个就是费率的一些来做一些讨论，对吧，我想就会有一些机会。不过这个是还是要考虑到那个消费者层面哦，他们愿意使用哪些金流的付费方式哦，我想是息息相关的。当然要消费者愿意买单嘛哦。好，那接下来我想刚刚我所提到的，我们就在下一个主题上面也有请我们的 Tony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客群的偏好。客群的偏好。这个东西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经营电商后，一下子就发现了，就是不同的金流方式有不同的族群在使用。好，那反过来说哈，那您可以透过待会的介绍来思考，我自己的商品的客群是什么人，那我应该使用什么样子的金流方式，他们比较喜欢。好，他们比较喜欢。好，那首先我们那个金流客群的偏好，简单的分类。好，我们通常会分为三类，通常会分类，简单分为三类，叫做大学生、上班族、跟银发族这三个分类。好，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这个大学生的部分，大学生偏爱的金流方式就是超商，超商取货付款跟超商代码付款方式，大学生。好，这个原因想一想也很简单，就是
大学生就没有信用卡嘛，然后父母办给他的信用卡副卡，他也不太敢刷嘛，因为刷了会被发现，所以通常我就是网络下单，然后超商取货付款，把钱付掉。那我也不要用宅配，因为宅配的话爸爸妈妈又发现了。好，那我就是直接在超商现场，我就把货取走。好，好，那我因为没有信用卡啊，可是我又想要买网络的东西，那他又不能超商取货付款，他一定要我先付钱。那我 prefer 方式的话，就会是那个超商代码，我刚刚提到的超商代码。所以比较流行性的商品，年轻族群在购买的，那个客群对象是大学生，那相信你一定有超过80%以上的订单，通通都是超商取货付款，超商取货付款，那不然的话就是使用那个超商代码，先收到这个大学生客群的钱，收到大学生客群的钱。好，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上班族，上班族这个族群，像我自己也是，那上班族族群啊，那个收入也比大学生高跟稳定很多。好，那上班族族群啊偏好的付款方式啊，就是信用卡了，信用卡就是冠军。好，然后再来是超商取货付款，超商取货付款还是很得人心的，因为我不用先付钱，我就可以先让厂商发货出来嘛。好，那最后是虚拟账号。虚拟账号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它比信用卡麻烦很多。有些高单价的厂商、品牌商，他们承受不起那个信用卡的趴数的话，只提供虚拟账号。那非不得已，这个上班族也很讨厌用虚拟账号去转账。为什么？这就要提到这个银行在信用卡的上优惠的力道很大。比方说，我刷卡消费就可以额外累积红利。里程啊，点数等等这些东西。可是今天如果我是转账给那个虚拟账号，我就没有这些优惠了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刷卡我就尽量用刷卡的方式处理，能刷卡我就用刷卡的方式处理。这是上班族。那甚至上班族之间还有一个现象叫做团购。那团购的话，像我们公司也是，办公室会有人发起团购。我要买这个，有没有人要买啊？加一，那我统一帮大家刷，你们再给我钱就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统一刷下去，凑整个办公室的订单可能10000多块，那当然大家后来会用现金给我，可是我这笔消费我就可以拿到这个10000多块的信用卡的回馈，信用卡的回馈，那个回馈起来其实还蛮惊人的，不能说不无小补，是那个回馈的力道真的是蛮大，而且也蛮好的。好，所以上班族首选信用卡付款，信用卡。好，那接下来说明这个客群，银发族。银发族，银发族呢，虽然对这个电子商务跟那个网际网络比较不熟悉，可是我们电商从业人员啊是极力去争取银发族，银发族这个客群，因为银发族客群就是有钱，就是有钱，都退休了，有房子有车子这样子，他们都很有钱。那上班族的话可能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要养小孩这样子，他们的预算分配上会不像银发族这么的优渥。银发族有服务过银发族的客群的订单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客群，银发族。好，那银发族呢，他们喜欢的付款方式就是宅配货到付款，宅配货到付款跟那个超商取货付款，超商取货付款。反正呢，银发族啊，那还是心里还是那个观念，叫做网路好像会被骗，所以我一定要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拿现金我去跟你买，把货买下来这样。那其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宅配货到付款，宅配货到付款啊。这边呢也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是延续电视购物的经验。电视购物都在宅配货到付款的，好，那用久了之后承袭这个习惯，那他网路买东西，那也是想办法找那种能够宅配货到付款的。好，那我们自己亲自观察到客户的案例，宅配货到付款要付现金的那个一张订单20000多块，我也是货到付款，他那个银发族都 OK， 表示他身上都有3-5万块的现金，就是准备要来收货用的，准备要来收货用的这样。好，刚刚Tony 介绍的一些族群，
所偏好的一些付款方式哦，我想这样子听起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付费方式，就是超商取货付款，是对啊、哦，我想三个族群里面都有这个选项啊、哦，所以这个超商其实是台湾特有的一种付费方式啊、哦，我们的特产，对对，主要原因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其实超商的密集度应该是世界应该排在很前面很前面的这种密集度、哦、对对对，全台湾总共大概有10,000多家的一个超商、哦、所以但是又整个的那种非常的方便、哦、所以才会形成这种付费的一种方式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现有的非常独特的一个方式。是，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请我们的Tony 再跟大家介绍我们特殊规定的一些金流啊、哦，比如说、定期定额或是其他的。是，好，那电商的金流刚刚也说明过一遍，然后金流偏好的客群也说明过一遍。好，那接下来啊，要说明一个、哦、电商比较特殊的金流方式。特殊的金流方式，这个在台湾目前啊，慢慢成型了，慢慢成型了。好，那我这边特别跟大家介绍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定期定额，好，第二个的话是 Line Pay， 好，是 Line Pay。好，那定期定额这个部分，好，定期定额的部分，哦，就是定期扣款，而不是分期付款哦，它不是卖你一年包7000多块，然后分12期付款，不是哦，它就是每个月去扣小钱。好，然后你可以随时取消，好，那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这个就一直走下去，好，没有期限的。好，那直接跟大家说明一下，假设一个像我们客户的案例，每个月定期定额会产生30,000块的新单，而且这个30,000块的新单是每个月会回购一次，好，每个月回购一次，哦，他可能卖那个保健食品嘛，便宜的保健食品，好，1,000块，然后一个月回购一次，这样好，他就卖这样子的方案。好，那每个月会产生30,000块新单，每个月回购一次，好，那一年产生的业绩啊，不是36万而已，哈，是到234万，好，自己去画那个三角形就知道了。因为你第一个月30,000块新单，你第二个月哦也有新单30,000，那你旧单的30,000又跑出来了啊，因为它回购了，好，这个就是定期定额的魅力，好，那滚雪球，哈。滚雪球做业绩的方式，保健食品非常的适合，保健食品非常的适合。好，那下一个台湾的特规的金流也攻占市场，而且非常迅速，非常迅速，就是 Line Pay， Line 这间公司，相信现在台湾人手以 Line， 大家都有 Line， 那 Line 也进军这个支付这个部分，也进军这个支付这个部分。好，像那个 Line Pay 它厉害的地方在线上可以折抵，跟线下也可以用哦，线下一些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餐厅，哦，都是可以用 LINE 直接付款，然后就折抵掉的，哦，折抵到0元哦，哦，自己都不用再付钱，这样，好，哦，那团购组非常爱用，一样回到那个上班族那个案例去，就是我帮大家一起刷卡，那我会得到 LINE 的点数，那这个点数我可能就可以让我喝星巴克都不用钱了，哦，那线上可以用，哦，我网络购物买东西可以用，线下吃饭也可以用。哦，就会造成这个 LINE 如野火般这样子蔓延开来。好，那以上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基础建设，电商基础建设金流的这个部分。好，谢谢 Tony 的对我们这个整个的金流的一些基础的建设啊，比如说有哪些付费的方式啊，金流的付费方式，还有不同的族群，他们有不同的付费的喜好的付费方式哦，啊，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付费方式，比如说 LINE 啊 LINE。好，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收获良多啊，谢谢我们 Tony， 也谢谢我们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谢谢。